镰刀、锤头、信仰的旗帜，五星、八一、圣战的旗帜，百年征程风雨如磐，党旗领着军旗走，经历了历史的惊雷、时代的风浪，百年奋斗，勇往直前，军旗跟着党旗走，闯过了千山的关隘、万水的激流，党旗所指，军旗所向，走进新时代，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，阔步前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。军事制高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节目，敬请关注。